耶，凶巴巴，凶巴巴熊猫，他一直抢东西啊，不行啊，哎呀，嘿，嘿，嘿，我刚刚一个眼神发呆，我把木头看成一对眼睛。哈，你等下这两个差蛮多的、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很像有眉毛眼睛在看。哦，你要用那种发呆的朦胧眉去看他。啊，我下去啊，你先，一小一小，我把这片森林给砍完。好，我是不是应该下去砍下面的森林？需要，觉得需要了。真的撞一个会掉一个东西耶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好，我来砍了，我来砍了。好哦，怎么了？砍掉了。头。等下我的稿子怎么放在那边？上面很多木头。好。上面好像现在缺那个了，缺那个石头。哎、欸，是石头吗？对，石头。还有石头，石头有挖起来，还没放进去而已。有。好，水我浇一下。哎、欸，好，装个水。哎咻。然后拿到前面。我拿到螺丝了。好的。这边石头。哦，好忙哦，这个游戏真的很忙哎，说实在，而且这只是简单难度而已。笑，谁？到前面去，到前面去。嗯，这个想忘记了。好，斗内，感谢斗内妈。嗯，猎户头，猎户头，哎，那个水可能要稍微浇一下哦。好，我去拿水桶。好，给他。好，装新的水。等一下，我刚刚的人居然没在挖矿，不，企鹅没在挖矿。好，哦，企鹅在偷懒，企鹅在偷懒，偷懒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好，继续来。嘟嘟嘟嘟，不要撞，东西掉了。妈咪，哎，我的斧头嘞，在这里。你的斧头嘞？我上左上，你过来认领。哦。嘿。我们的材料前面是收集蛮多的啦，可是后期就会感觉可以掉，让箱子大一点，或者是先，它是不是可以先囤一些铁轨放在旁边啊？是可以，可是就是我会来不及铺啊，一次只拿三个的话，哇，那怎么升呢？我会想要升那个啊，灯好像真的也还好啊。储存箱子我觉得先升吧，先升一个，就可以放比较多了，不用在那边一直拉来拉去。升两个，升两个吗？升三个，好啊，全升到满啊，好。哇，会不会车载不动啊？可以升吗？不能升了吗？他不给我升。哎，哦，那就一个箱子升到这么高了，是因为真的最高了。那就是左边那个啊，鬼铁轨的那个，对啊，有了，好，可是它产的很快，相对就是材料耗的很快。如果刚刚有说持续15秒，那个其实很亏。冲啊！这样没错。哦，冲刺，往上挖。你们可以先放那个材料，有人可以先放材料进去了。来了。我去挖。挖斗。我在挖。有，我在疯狂冲。冲！按照相邻键跑出来。我那个已经关掉了，我不怕。冲！铁轨没在做。冲！好，我去那个。我的斧头被拿走了。都被搞死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冲！嘿。我要去挖矿了。下面那棵树砍一下，它挡到了。好，下面这一棵吗？对。砍掉了。冲！矿在这下面哦，可以自己拿。哎呦！冲！等一下，木头放进去。石头可以吗？石头这边有。
行，好，好，我去另去对面开始挖。啊！凶凶凶！等一下，我的稿子被撞掉了。哎呦！啊！哎呦！好烦哦！一直被撞掉。对。石头，好我。冲冲冲冲冲冲！ OK OK OK。嗯。这里放着。OK。好，放着。水箱，水箱。过不去，水箱红红的。过不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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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不去。好。哦，冲完了，不用再冲了，好累哦。这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结果，结果。哦，铁轨好多哦。有了，有了。我推，我在推火车。耶。呀。嗯，三个哦。幽灵是什么啊？他说可以穿过去啊，就可以穿过去啊。哦。就所以你的每个动物都变成提升你的力量。哦，那所以你的每个动物会提升你的力量，所以要把动物搬在你旁边，让你去挖矿，这样子啊？哦，这样子啊？随你猜测。嗯，不知道动物吗？感觉这还蛮酷的。这个白白的，这个想要玩这个，好啊、可以穿过它。对啊，如果可以啊，整台都能穿就好了。应该不太可能啊，我觉得。啊，这要放哪？就放最后面吗？放最后面我觉得还好，我就放车子中间呢、欸。中间吗？那要在水箱跟那个对嘛？好，我觉得每次都卡在那个位置。哦，幽灵车厢，好棒哦，这好棒。好，闹鬼哦，呱呱呱呱，呱呱在伪装自己是车厢，呱呱。哦，那这样多一条路可以走了，很开心哎、欸。呱呱，我要去挖矿。挖矿线，这是15秒啊，15秒，15秒。嗯，这个就真的很麻烦了。那个材料赶快收一收，材料先准备进去。赶快哦！我在拉。下面木头，下面的木头。知道，知道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拿木头，哈基，你拿木头，哈基，你拿木头，我去拿矿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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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，石头，石头，没有石头。七秒。太慢，太远了。他停了，是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啊？对，没有吧？其实还蛮长，这一段距离蛮长的，这段距离是蛮长的。那先收集，等一下一次放啊。对啊，先收集，先收集。好，疯狂挖，我疯狂挖。你要不要往右边挖？顺便挖、那個。好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这样就可以顺便拿那个嘛。我知道，想看看到。哦，好。哈基，哦好。好了。OK。好，开始。请，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他没有尝试的感觉，没有啊，我七秒还没那么快啊。好吧，九、十、十一、石头、石头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我去拿螺丝，好，好，拿到了，好，稿子我拿走，需要点木头，来了，我摆了我摆了我摆了，是我要铺路，要铺路用的。好，你去吧，阿基去吧。哦，铁轨来铺一下。我的斧头，我的斧头。好，我帮忙铺三个了。前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挖的吗？我的斧头嘞，我的斧头去哪了？斧头在，斧头在那个啊，桥上啊，桥上啊，桥上啊。哎呦，你先砍吧，先砍。嗯。为什么又掉了？为什么掉了？为什么在我身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掉了？可能撞到之类的吧，不知道。啊、铁轨是在那边，这个接了又会有点麻烦。这是这一关地形就已经很畸形了、欸，说实在。哎，过不去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救你出来，救你出来了。好。别。啊！我要接到了，哇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冲出去了，冲出去了，就让他冲吧。不是啊，要搬那个啦，搬材料啦，不然也没办法。没有啊，因为已经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哇！等一下，我们那个位置有点尴尬。那位置超尴尬，我想一下啊、喔。这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不是？我觉得刚刚有炸药了，错。炸药，炸药。我觉得那个黑色的很烦。真的。炸药。超烦，
就 放最后面吧，放在这边吧，那放在前面吧，都行啊，都行，都行，七人去哪？七人去哪？35、36，七二，七二回来，七人要去哪？哎、欸，七二，七二，我看错人了啦，哦、我看错人了。等一下，我卡卡在那里。我的企鹅一直被推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他是倒数完才会那个吗？仅可一个玩家拿起矿镐啊！啊，我拿矿了。现在是谁？好，那繁星，你的工作原本是什么？我帮你做。拿水跟跑路。来不及的任务失败了。哇 ！QQ 哇！好，先帮我勘察一下前面地形。好好麻烦啊！哦，有不用勘察地形了，不用勘察地形了。那个炸药是不是可以用啦？也、欸、可以用一个嘞，就没黑的。哎、欸，炸炸看那个 啊，我炸炸看好了。怎么用？要怎么用啊？啊！哈？好吧，炸药不是看来不是炸黑山的呢，应该是炸矿的，应该是炸矿山的吧？炸矿。等一下下一个试看炸矿山看看。对对对对对，等一下下一个试试看。想去拿木桶，哔哔哔，怎么了？啊啊啊啊！没跑，没跑，没跑，没跑！好好回来！啊！破坏了，破坏了，破坏了！好，拿起来，我以为拿不起来。我去拿木桶，我去拿木桶。好，你去拿，上面有木头，上面有木头，上面有。知道啊，我说我要来拿。哇，我们的矿！哎呦！哦，炸药有了啦，等一下可以来，我要来加。你可以去炸看看你的石头是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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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等你过来。嘿，炸石头喽！欸、真的，它是炸，它是炸材料用的啦。嗯。所以它不是炸黑山的，黑山是不能、嗯。黑山真的是要绕掉。要。拍谁？断啦！没有路啦！有了，啊，矿哦，没矿了哦，矿好，我来挖。哎小，再挖，挖起来。有一些矿，钥匙在右下方。嗯，好，我现在在挖矿，你们看。他们拿矿过去，然后我想办法挖过去那边。好，好，想办法过去。要不要稍微绕一下下，等团团拿过去啊？嗯，应该是可以。哦，散哦，这样可以炸路出来。好好好，我拿东西来铺路了。好，你去吧。来铺路了。去吧。插一个木头。好。插一个。我去拿，你们可以铺铁轨，应该来得及，可以直接铺，可以直接铺。可以。OK。好。太忙了。哈基，等一下，我想扎木头看看。嗯，一小一小，可以牛，牛走开，来我帮你塞那边，塞在那里，可以了，好，来吧，我全木头，嘟嘟嘟，耶，这款游戏声音不错啊，蛮好听的。什么？第三节不是可以冲出去都没用到啊？我们要用的地上不是第三节啊？嗯，第三节这个只是让我们可以穿越而已啊。对啊，这只是穿越而已啊，穿越就已经有用到啦、啊。嗯，对啊，它没有别的用途，就是每穿过一次就是我们用到它一次啊。